给你们看看我经常点的这家 Chinese Bird， 看看我之前的订单啊，真不唬人。他们家这个北京烤鸭、梅干菜、麻婆豆腐的其他地方可是没有的。开始擀面团烤面包了啊！你们真的要试一下那现烤的面包胚，哇，真的外面贼香，掉个梅干菜的好咯。不光是你们，我平常看电视我都觉得好饿。杭康这肥瘦相间的大肉肉，会在今年就一直惦记的北京烤鸭，真的是皮薄馅多了。我点的是他们9.9的香辣鸡腿堡可乐套餐，还有这个榴莲鸡块和炸杏鲍菇，你们也可以试试。扯不下吃多少？